楼市仍受疫情等因素困扰，市场交投气氛虽见不足，但不少属低价成交。天水围嘉湖山庄三房单位，仅以525万元两房价易手，尺价再次失守万元关口。中原文家辉表示，上述单位为乐湖居一座低层 H 室，实用面积552方尺，成交实用尺价9511元。新买家为上车客，原打算买入两房户自用，但心仪单位价钱贴近520万元，最终升级入市三房，同屋苑再录低于五球成交。该行业浩伦表示，该盘景湖居七座低层 F 室两房户，实用面积442方尺，以485万元成交，尺价10973元。该单位为97货。至今升值約88%，市區南丑屋苑亦乍現低價。中原楊文傑稱，則如涌康怡花園 A 座中層九室，實用面積710方尺，套三房間隔，兩個月前以1250万元放售，減至1205万元沽出，尺價16972元，低市價約7%。美聯黃永才稱，西南九龙会徙二 B 座高层 F 室，实用面积357方尺，一房间隔，减价57万元，以863万元沽，尺价24174元，低市价约2%至4%。此外，利嘉阁陈海潮指出，去年楼市受惠放宽按保限制，成交价801万至1000万元的二手私宅买卖登记录7469宗，按年急升约60%。其次是601万至800万元物业，亦增48%至10670宗。